朱立伦先生、王如璇女士委托李四川先生代为抽签。2016总统大选号次出炉，一号朱立伦、王如璇，二号蔡英文、陈建仁，三号则是宋楚瑜、徐新莹。好巧不巧，抽到了号次恰好等同参选次数。因人双全，因人双全。我昨天晚上做梦啊，就梦到这个号码哈，就是这个抽到啊，这个二号。今天相当满意。抽到一号，朱立伦第一，台湾第一，我们湾台湾，台湾就是力量。大拇指比出赞，来个整齐划一的口号。候选人号次出炉，陷入僵局的辩论会，现在似乎已经有解。蓝绿阵营14号下午与媒体开会协商，同意举办3场电视辩论，其中一场为副手辩论。就怕辩论时间还是瞧不拢，朱立伦先大动作登报自清，强调自己主张2场辩论。那蔡主席一直在回避，在模糊焦点，好像不尊重台湾的民主，也不尊重这个惯例。总统大选只剩30几天，电视辩论地点依旧还在协调中，目前没公示，不过最快将在这个星期58号就会登场。候选人端出政策牛肉，还给选民值得权利。记者夏俊仁、张曼荣台北报道。